父亲曾经跟我说，有人想害他，图的是大人您手上的一样东西。为了这个事情，我什么都可以放下，可我不想当一个棋子任人摆布。这本账簿不仅关乎到你我的生死，所有知道账本的人都会被杀死。大人要的东西在哪？或许这一切都是假象。Thank you.